香梨药、墨银铃值得练吗？个人觉得缺少主 C 的话值得练，可能莫金西队伍来的强弹和纪言莫特匪队不相上下。练度高的情况下，可以左打光鸟，右奏按鸟钟，踢摩托车和星星。我使用的队伍是香梨药加散滑加白纸或维里奈。香梨药有专武和散滑高练度。起初我有试用剑心代替散滑，伤害虽然高过散滑队，但剑心的节奏太拖时间了，还没找到适合的手法。有大大可以分享吗？基本上差别在于和散滑配对，香梨药可以开四次大，和剑心配对最多三次大，差了一轮轴。废话不多说了，看片吧。效率提升了呢。Thank you.
为了方便解释手法，以下是简称的意思。 A 是普通攻击， E 是共鸣技能， Q 是生孩技能， R 是共鸣解放。首先相离要开场先一偷点伤害，然后后切散滑一加 R 加重击破冰攒协奏之后切白纸 A 四下，攒满四个念意后开一补充协奏值，再继续 A 直到协奏值攒到大于四分之三多一点之后切向里要 Q 六下，直到云闪之灵最后一下手起，然后切白纸 Q 加 R 吃满治疗套和演奏效果，再切散滑一加 Q 吃满青云套和演奏效果。这里如果协奏值满了可以不用硬，主要是攒满协奏值和补点伤害，如果一冷却的话可以普攻击，这里应该差一点就满协奏值了。最后切向离药重击加一吃满雷套效果，然后开 R相离要开 R 后一加 A 到底等一亮了点 E， 然后 A 到底等一亮了点 E， 再一加 A 到底等一亮了点 E， 相离要打完三次大招后开 E 后切散滑，再继续循环下去，循环如下：相离要 E 散滑一加 R 加重击破冰白纸 A 四下加一加 A，直到协奏值攒到大于四分之三，向里要 Q 六下，白纸 Q 加 R 散滑一加 Q， 向里要重击加一加 R 加，打出三次万方法则。如果和维里奈组队的话，循环比较暴力简单，一样是向里要开场先一偷点伤害，然后后切散滑一加 R 加重击破冰攒协奏之后切维里奈 A 三下加一加 R 加跳 A 两下。攒满协奏之后吃满切效果，向里要 Q 六下，直到云闪之灵最后一下手起，然后切尾里奈 Q 吃乌龟效果。这里不明白为什么协奏值没满，所以 A 到满，通常尾里奈 A 三下加一加 R 加跳 A 两下应该满了，才切散滑一加 Q 吃满青云套和演奏效果。最后切向里要重击加一吃满雷套效果，然后开 R相离要开 R 后一加 A 到底等一亮了点 E， 然后 A 到底等一亮了点 E， 再一加 A 到底等一亮了点 E， 相离要打完三次大招后开 E 后切散滑，再继续循环下去，基本循环如下：相离要 E 散滑一加 R 加重击破冰维里奈 A 三下加一加 R 加跳 A 两下，向里要 Q 六下，维里奈 Q 散滑一加 Q， 向里要重击加一加 R 加，打出三次万方法则。